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 TAT 泰国旅游局和旅游警察局提醒所有游客，如发现自己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可以拨打旅游警察热线1155，全天24小时服务。听众朋友，接下去请收听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华语新闻。派通滩总理日前抵达美国的洛杉矶之后，召集了驻美洲各国大使、总领事和泰国团队代表，强调以人为本的方式加强外交和经济联系。在外交部长马丽的陪同下，总理讨论了泰国对保护海外泰国公民和扩大经济合作的承诺。总理鼓励泰国团队代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吸引投资，并提升泰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派通滩总理概述了泰国的国际目标，强调了泰国在熟练劳动力、旅游业和创新方面的优势。随着南美洲国家对泰国电影的兴趣日益浓厚，政府正在努力支持电影制作方面的知识交流，为泰国行业专业人士提供培训机会。总理还介绍了泰国冬季电影节，该电影节旨在将泰国定位为全年旅游目的地，并通过加强素万那蓬国际机场的移民服务来简化游客入境手续。其他优先事项包括了促进泰国企业家精神和教育进步。会议还讨论设立配套基金的计划，旨在将泰国初创企业与全球公司联系起来，同时还讨论了奖学金，以支持泰国学生在国外学习航空航天和数字技术等先进领域。派通滩总理还重申将支持居住在美国的30多万泰国国民，确保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在讨论采取积极行动、以人为本的外交政策来提升泰国的全球地位时，外交部长马丽与驻美洲大使进行了交流，强调了泰国投资的关键领域。泰国驻加拿大大使还报告了新直航对旅游业的积极影响。泰国驻智利大使也指出，人们对泰国文化和美食的浓厚兴趣，强调了北美、中美和南美对泰国的广泛热情。总理在洛杉矶访问期间，参拜了寺庙的主佛，并向方丈献上了贡品。为了表示团结，寺庙向总理捐赠了超过100万泰铢，以支持泰国的洪水救灾工作。总理在向聚集的社区发表讲话时表示，很高兴与最大的泰国侨民社区会面，并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在参观寺庙场地时，欣赏了传统的泰国表演，包括了祈福舞蹈、泰拳表演。商业部长披猜日前与泰国高级官员和贸易和商业办公室负责人举行会谈，评估了特朗普最近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经济影响，并制定了泰国的贸易应对策略。会议审查了贸易政策与政府目标的一致性，
并概述了在管理潜在风险的同时利用贸易机会的利己措施。泰国贸易专员和府级官员被指派确定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前景，以便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使泰国受益。商业部政策办公室、泰国银行和主要金融机构的分析强调了泰国在不断变化的美国贸易环境中的优势、挑战、风险和机遇。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可能为泰国出口创造机会，特别是在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和农产品方面。然而有限的产能给中国消费品的替代带来了挑战。其他风险包括了潜在的新关税、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气候政策可能的延迟，这可能会影响泰国的环境目标。商业部还强调泰国出口多元化到美国和中国以外的重要性，重点是东南亚、欧洲和中东，针对健康食品和优质农产品等行业。泰国将于本月底欢迎美国商业代表团，重申泰国致力于平衡国际关系，以吸引全球大国的投资，并将自己定位为东盟内的中立贸易伙伴。泰国旅游业协会 EDDA 秘书长阿迪透露，最近他有机会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博士会面，就将研究成果用于支持国家发展的看法进行交流，并了解关于中国旅游业发展和推广的最新信息。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与中国旅游部门高层管理人员开会，并下达政策，中国必须成为世界旅游业的领导者，通过提高各个层面的质量标准，从旅游业创造收入，并且必须为中国人改善生活质量。这意味着旅游业不单是看经济收入，中国的科研和学术工作必须利用起来，以及能够给国家创造效益，涵盖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学术工作，只涉及出版物或者研究人员用于工作的研究标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院必须提供准确、有效、有实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即有最终用户参与重点的研究，并且是公众可触及的行动研究，而且研究结果必须紧跟时事。因此，中国旅游研究院必须与所有相关的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将研究成果直接传递给政府高层，这是高度负责任的。该研究院拥有62名全职工作人员和博士学历的研究人员，每年有4500万元的预算用于管理机构，以及直接向政府汇报工作。戴斌博士自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以来至今，担任院长已有16年。他提及了斯林通殿下今年访华，已是第51次访华，这对于促进泰中两国友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并支持泰中两国关系发展。阿迪表示，随着中国决心成为世界旅游中心的目标，将提高各个层面的标准，但目前还缺乏新一代人才，他们对其他职业比旅游业更感兴趣。对此，戴斌博士提议建立一个由100人组成的东盟旅游协会加中国旅游研究团队，每个国家都派出研究人员参加，为期一年时间，共同开展工作，并将研究成果交给各国政府以制定政策，并共同促进发展，互惠互利，让旅游业成为提升中国和东盟人民生活质量的工具。双方近日将制定中国东盟旅游发展合作计划草案，以泰国为中心，推动中国加东盟成为一个总人口超过20亿的全球旅游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东盟有6亿人口，他们将从公平的合作中受益。当计划框架制定完成后，将提请中国政府审批，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阁下将与泰国政府协调起草谅解备忘录，在明年泰中建交50周年之际，将邀请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和泰国政府共同见证签署这份计划。 TAT 泰国旅游局局长汤姆尼女士透露，预计今年水灯节期间的旅游趋势将会持续增长，尽管今年不少府自的活动天数比去年有所减少，但是今年水灯节正好是星期五与周末相连，因此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出来参加水灯节活动，预计国内游客出游人数将达到199万人次，增长 9%， 创收约69亿9千万铢，增长 12%。 按区域划分的话，预计泰国北部地区游客人数最多，56万8千人次，增长 7%， 其次是西部及中部地区38万人次，增长 2%， 曼谷地区为33万人次，增长 7%， 而创造旅游收入最多的地区是北部地区，将带来收入25亿5千万铢，增长 9%， 其次是曼谷地区为13亿7千万铢，增长 9%， 东部地区是1亿2千万铢，增长 22%。 泰国旅游局局长塔本尼女士说，本月13至16日期间组织水灯节活动的重点地区仍为普隆公格森河，并以神奇水灯节之夜为主题，透过以文化为基础举办活动，结合现代媒体和科技来提出新一代传承泰式价值以及关心环境，预计在水灯节期间造访泰国的游客人数约33万人次，增长 7%， 旅游收入约为是3亿7千万铢，增长 9%。 至于节日期间的五个独特区域，包括了素贺泰府、清迈府、来兴府、麦光府以及离异府，预计将有33万国内游客前往全部五个活动区旅游，创造13亿6千万铢的旅游收入，其中清迈和素贺泰是泰国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最高的活动区，因为这里是国内游客的热门地区，而且天气已经开始变冷。旅游及体育部常务次长拉利亚女士透露，旅游及体育部与相关机构会面，讨论增加道路安全能力，强调解决外国游客在泰国发生交通事故相关问题的重要性。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前十个月有134人死亡，1030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由于使用摩托车造成。这次会议强调了改善摩托车租赁业务的必要性，包括了发布新法规，要求运营商检查车辆状况以备使用，同时要修订相关法律，系统的登记租赁企业，并要求企业明确标注价格，为了游客的安全和公正公平。此外，会议还强调游客一定要提供有关有效驾驶执照的信息，以及企业一定要向游客普及相关安全知识，强调加强对不合格企业的执法，包括了强调相关机构应该严格检查及普及企业有关保险的知识。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华语新闻全部报告完毕，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